只是遗忘或者是只是要记忆啦，现在最重要的是在处理的时候要怎么做才不会再一次造成社会继续分裂。我觉得这是当前同意你的看法，最重要的是是是，谢谢谢谢谢谢你，谢谢你，好，谢谢，好，谢谢 Musa。 我们接下来请周春米委员发言。主席、各位委员同仁、各位机关代表，大家好，还是请行政院简秘书长。请简秘书长，谢谢。周委员好。秘书长好。你好。那综合你的综合行政院的书面报告，还有刚刚你的答询内容，大概你们对这个促转条例，就是第一个认为说。